杰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跟上一军哦，但是重回一军之后手感非常的火烫，每一场比赛几乎都有安打的贡献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，让自己的状态可以马上跟上一军的脚步？其实就是在每次练习的时候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，然后比赛的时候就确实执手这样子。是确实的棘手，那当然回到一军强度呢真的变得比较大，但是自从上了一军之后你的打击真的非常稳定，而且因为球季其实刚开始，想问你一样，接下来赛季还很长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如何去延续自己的火烫手感？其实就每天做一样的事情，不管怎么样然后都维持一样的练习，不会因为打得好或打得不好就做一些改变这样子。是重复的练习再练习，让自己呢最擅长的这个棒球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。那当然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了，那有没有什么话要对现场所有的一号队友说？谢谢大家在这么炎热的下午来为我们加油，当然我一定会再加油的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想选哪一首？你有练吗？因为昨天问那个许哲彦，他说他没练，我看不出来，所以我先确认一下，你有没有选一首你练过的？他也没有练哦，大家相机准备好，来，请站在正中间，我们一起来跳吧。
管是领先还是落后，都有大家的这个声音，让我们的球员会得到更多的力量。那今天这场胜利呢，也是大家一起吼出来的。在我们签名球送完之后呢，小梦希望大家再给我们杰凯以及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，加好掌声。来，球先拿到，球先拿到，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谢谢，再给杰凯以及最棒的自己掌声加尖叫声，你们真的太棒了。那提醒各位哦，20分钟之后场外上台活动马上就要正式来展开，也请大家到场外来给 Universe 以及 Win Stars 更多的掌声跟加油哦。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我们下个礼拜台游戏棒球场再见，拜拜。还在场内的球迷朋友要提醒大家，离场之前看一下自己座位区的左右两侧，背一下，还有椅子。